请问曹氏鸭脖自己煮的，我今天还放点面线进去。面哦，自己煮的跟外面的味道一样一样的。锅里加入500毫升水，加入调料包，煮开，加入自己喜欢的菜，煮熟捞出就可以了。就这潮式底料包，它是一到两人份的哈，而且可以循环使用的，可以出好多好多菜。你把捞起来，然后淋一点这种油，然后把剩下的东西冰箱里面，下次就可以用。就现在点一份潮式，其实还是要几十块钱呢。这个自己在家做又方便，然后又卫生。面我好好吃啊，吸汁儿。想煮啥就煮啥，可方便了。